我爸爸他一刀下去，一次个就是一个手术一开，通常都是一次就解决，你就会恢复健康。所以院方人就给他封他为胡一刀。我父亲他一忙起来的时候，如果有人要需要他，他就要出去。我们吃饭吃一半，电话来了，他就马上就走了。我爸爸就是这种人。画都画得非常仔细。他要是没有原文书的话，他就自己手抄嘛。密密麻麻的医学手稿，将每一个器官组织描绘得巨细靡遗。这些珍贵的文件来自军医出身的胡秀院医师。民国八年生于湖南晃县，十几岁时正逢日军侵华，满腔热血的他报名空军，想要保家卫国，却在亲友的阻拦下考了好几次都没录取。因为日本人的飞机老是在我们头上飞丢炸弹，我的父亲就很想上去把他们给拉下来，所以他就很想去当空军。可是他跑去报名了三次，三次都被我父亲的那个亲戚不及格把他淘汰掉，所以呢他就去读医，放弃当空军的梦想。最后胡秀院去念了国防医学院。民国三十三年，当时政府正在号召远征军，25岁的他心想，这正是报效国家的机会，便以军医少校的身份加入孙立人的远征军，赴缅甸、印度治疗伤患，不料却经历了一场震撼教育。他年轻嘛，他好奇，因为那时候伤兵还没有送到，他好奇就跑到前线，就那里看日本兵，然后下面就啪嚓一个，一你看到那个嚓一声，啪就过来，他这个耳朵就打中他的耳朵。这里面这些都是盟军的药包，盟军的那些医疗设备。那时候是美国他们提供的医疗用品。对对，美英都有，主要是美军远征军，所以主要是靠盟军，他们有飞机运货运过来。泛黄的纱布包、棉花包，各种医疗器具，是胡秀院第一次亲临战地时所见到的物品。当时中国的医疗水准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，看着盟军先进的医疗技术，胡秀院便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师。他可以把这个保留这么久，也蛮厉害的。真是没有想到他会保留下来，这是他生命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。就是有关他决定要为中国军队做一个好的外科，野战的外科医生。他看到盟军的这样，他就心里有感触。在远征军待了一年后，胡秀院回到中国，进入上海总医院工作。不久，国共内战爆发，战乱中，他与护理长李维芬互定终身，两人跟着医院一路撤到海南岛。民国三十八年，战事告急，在台湾友人的协助下，两人才搭船到了台湾。那个码头的人都非常响，机关枪的声音都听得到。我父亲就往前冲，带着妈妈这样子跑往前冲，因为他们是军官嘛，都穿着军服，带了通行证。然后那个卫兵都有在那里守，拿个关卡，外面那个人挤得一塌糊涂，他们就这样一关一关的通过，通到最后一上去登到那个船。来台后，胡秀院在陆海空军总医院，也就是后来的国军802医院担任外科医师。民国三十八年十月，金门爆发古宁头战役，
同样在前线的马祖战事也一触即发。30岁的胡秀苑当时便自告奋勇前往马祖，希望凭着远征军的经验，在医疗缺乏的外岛尽一己之力。那个时候是因为前线很吃紧，大陈岛正在激战当中，马祖那个时候也已经被中共的那炮弹打的，然后也有人民都有伤亡的情形。那我爸爸就说他愿意去，完全没有医疗，只有一个在马祖本岛有一个大的空地搭帐篷，怎么开刀用手电筒，用麻油，用那个手术刀自己带的这些很简单的器材，然后消毒的也消毒干净，很简单的器材。10个月的时间吧，就要回台湾了，结果就大放鞭炮。那个在前线怎么可以放鞭炮？以为是中共那边炮弹攻击了。他说不是，是因为我们要欢送胡秀苑先医生要回台湾了。那我爸爸就是说，这是我分内的事情，我把我分内的事情做好就好了。对，他从来他也都不会去讲这些事情。有感于战地医疗的匮乏，民国46年，胡秀苑赴美受训，继续进修。回台后，他在陆军803总医院担任外科主任，长达13年。而后又到了省立台中医院就职。民国63年，更自行创业，开设了胡外科诊所，更被外界封为“胡一刀”。是因为他做事情他非常精湛，非常小心，事前功课事前准备做了很多，然后他对病人啊所问的问题各方面那个资料他得到很多，要开刀的时候他都会做特别的研究。所以呢，当他刀一下去的时候，我爸爸他一刀下去，一次个就是一个手术一开，通常都是一次就解决，你就会恢复健康。所以院方人就给他封他为胡一刀。所以父亲在民众诊疗方面他花了很多时间，他甚至到后来忙到呢，他得过心包炎，心包膜炎。满满的匾额锦旗全是胡秀苑人心人数悬壶济世的最佳证明。个性严谨的他对孩子的教育也十分严格。当时因为医生尤其是动手术的，他什么都是要求完全都是一板一眼的，因为这样子对病人才有益处，所以他对我们也会一板一眼。我们小时候会很怕他，会他很严肃的，但是他也很爱我们，也爱我们，然后他也会管教我们，但是他时间很有限，所以他只要有放假的时候，他就带我们出游。是良医也是严父，只是在台湾生活之余，胡秀苑的心中总挂念着湖南老家。民国77年，他首次踏上返乡之路，离家近40年，即使父母早已过世，但家乡的空气、熟悉的口音，是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根。他就常常会讲说：“这个万恶的共匪，啊，分别了我跟我父母亲的分别，让我离开这家。”去年7月的时候，他知道他身体已经不行了，他就一直要我呢，带他回老家。他卧床了，我说：“你现在走不了。”说我不行了，我说我知道，他一定要去。然后说你怎么去那个轮椅？你坐进去，人家不让你上飞机啊。非常想回老家，哎。民国111年12月，胡秀苑病逝于台北，享松寿104岁。回顾一生，从抗日到国共内战，
他爱国为国，更坚守医师岗位，救人无数。爸爸说还好我是跟着政府走，因为到了台湾来我们才有今天啊。国家的要求，领袖的要求，他一定尽心尽力完成他的任务。我父亲是这种人，他非常相信中华民国，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工作职业啊，可是他一旦选定了，他就真正的忠于自己的职业。